哦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？一段时间，我的肚脐，以我肚脐为中心往后嘛，然后到我的后面的脊柱中间有一个点，然后是堵住，然后我感觉我的整个肠道都是堵住的状态，整个肚子硬邦邦。然后呢，昨天大概东八区的时间是下午6、7点左右，然后我的这个肚子，肚脐后面顶住的那个点，突然往后用力一顶，然后就把我脊柱的最后一节好像顶歪掉了，然后腰就感觉腰把上半身和下半身分隔开了，然后就变成上半身和下半身是没有办法协调的运动，然后就没有办法这样直直的往前走，然后我只能就是两只脚晃荡也就往左右两边走是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前2天的话，就是有一天晚上走路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就是左边的鞋垫，就是新鞋哦，然后左边的鞋垫突然掉了，然后掉了之后变成就是说，左脚的鞋应该比右脚的鞋更矮才对，可是这个时候我发现说好像是我左脚比右脚长了，因为我这个时候两只鞋不一样高度的时候，我走路反倒很顺，然后我就发现说我的左脚应该比右脚长的那一刻。然后呢，后来我第二天把鞋垫扭回去的时候，发现说左脚的鞋垫比原来的鞋还长一点点，然后第二天我用2只一样高度的鞋去走路，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说，哎，走到回程的1/3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我两个膝盖像被灌入2个圆圆的铅球一样，两个膝盖非常重，然后重到我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再往前走，我只能停下来休息。然后呢，就是第二天这个症状就全部都好掉了，所以我想要就是解决最主要的问题。我看到那个一个旋转的漩涡，就像台风眼呐，台风眼，就像你仰天躺在那边，躺在那边的一个台风眼呐，一直在转呐，在你肚脐，一开始在肚脐位置，然后就慢慢慢慢往肚脐方向上移了一点点，然后一直在那边转，像个台风眼，就是，有个漩涡啊，一直在那边，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。你躺在那边相当于你躺着啊，然后它在你上面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转，转。然后呢，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跟着转，后来就慢慢慢慢跟着一点点转。当然它转得很快，它转得很快，你转得很慢，也就是说你跟不上它的节奏，你跟不上它的节奏，它转得很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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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啊，一直在转转，转转转。然后呢？然后随着旋转的时候，这个漩涡啊，原来在肚脐那个位置往上移了一点，现在是往地的方向，往下方。你睡觉的时候往长的方向，嘣，往下顶，像插了一根针一样的往下顶了一下子。那么位置移到脊柱那边去了，就相当于垂的方向顶了一下子。顶了一下以后，然后，就像。就像，这边有个缺口啊，三角形的缺口一样，缺了，脊柱上面像缺口一样，因为那作用的不一样嘛，作用的不一样的是就像断开了，没断，连着的啊，但也部分断的感觉啊，部分断的感觉，部分断的感觉像个缺口一样的啊，然后就是相当于脊柱这样的话，这里断开了一个，就上下斜掉了啊，上下斜掉了，就是人站着的时候就斜掉了，你躺着的时候就是不在一直线上了，躺着了啊，然后它还在转啊，也就是说前半截在转的时候，前半截在转的时候，转得快，后半截跟上去慢，就像那个裂开的感觉啊，有个缺口在那边，有个三角缺口在那边，还在转，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。一直在转，而这个转的力量好像来自于宇宙中心宇宙那边，中心宇宙那边跟我们地球上要建个通道的时候，已经连到地球上了。你赶紧说，已经连到地球上了。已经连到地球上了。对，好像已经过了地球一点点了。
地球一点点。哎，好像过了地球一点点了。地球一点点呢？啊，对，那个你说顶到接触上去是过了地球一点点了啊，那边就远处啊就擦过来，远处擦过来，从远处啊，远处，擦过来一个就像一个通道啊，那个就是时光隧道。它是实际上又有个时光隧道，它实际上已经建了好几个时光隧道了，不同用途的时光隧道，不同大小的时光隧道。前面已经出现了几个了，从那个，中心宇宙那边，宇宙中心，对，就像那个一个城市建了好几个地铁，不是只有一条地，不是只有一条地铁啊，相当于建了好几条的地下，那么就地下通道，我们作为一个捷径嘛，啊，就像那个一个快车道啊，又建了一个啊，又建了一个，你要告诉他一句话啊，已经超过地球了啊。你说你说已经，你就这句话，你已经超过地球了，已经超过地球了，已经超过地球了，对，已经超过地球了，对，就是在你肚脐的时候差不多就到了，然后他那边就没有感知到到底那位置到还没到，实际上在半口再顶一下子的时候已经超过地球了，顶到你接触上了，你说再说已经超过地球了，已经超过地球了。然后往后移，往后移，慢慢正在往后移啊，往后移，再往后移，然后你到了你肚脐前面了，现在后退过了头了，对，现在就是你不在你身体上了，就相当于它绕的位置是在肚脐上，现在就是悬空。离开你肚脐了啊，你是稍微过来一点点，稍微过来一点点，好，现在对，现在是正好这个位置，你说现在是正好这个位置，现在是正好这个位置，对了，对，正好这个位置就对了，对，刚才我告诉你一个情况啊，一个呢是你在你肚脐的表面那个位置正好就是到达地球的位置，如果往后的嘛，再往后一点就到了肠子上了，所以觉得你肠子好像那个，被什么压住了，或截断的感觉，肠子。再往后就碰到脊柱上了，脊柱好像断开的感觉了啊。刚才往后退了啊，退了以后，肠子恢复了，脊柱也恢复了，然后呢，刚才退出去退过头了一点呢，又告诉他说你再过来一点啊，就到了肚脐这边了啊。好，你说位置就在这个位置啊，位置就在这里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对，就在这里，在这个位置，对，就在这个位置啊，好，他们那边锁定了啊，因为毕竟过来太远嘛，从那个中心一直到这里毕竟太远嘛，稍微有点误差嘛，现在你告诉他一锁定一下啊，可以了，就是现在位置对了啊，你说现在位置就对了啊，现在位置就对了，现在位置就对了。好了，现在你歇一下子啊，你现在再动动你的腰，再动动你的腿，再动动你的肠子啊，就是反正你谁愿意动啊，正常一点。就是刚刚在调的时候，感觉我就可以站直了。对，就是他往回拖到肚脐前面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可以站直了。对，就往后退嘛，对。弯腰还有点困难。对，这稍微过一阵子就是恢复了啊。好。其他每次就一个像台风眼似的啊，来自于中心宇宙的啊。他是要跟我确认那个 location 就对了。是你跟他去，你告诉他你过了头了，因为我一看就看明白了嘛，你告诉他位置。往前就往那个肚脐前方移一点一个，就不顶在脊柱和肠子上了。现在位置对了，确认的位置了啊。然后是那条通道建好了是吗？对，这个建好了啊。好。啊。然后那个脚的那个信息，我感觉他们是在测试重力导致的，因为这两天也看到老师
有看到什么脚大小不一致，他们有的测试，然后这次没有给到。啊，对对，这个没在这里边，哎，我今天这里看到的就是一个台风眼。好，一个隧道啊。了解了。啊好。嗯。哦，那就这样了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啊，不客气，哎，好，好，再见啊。嗯。